向前冲！今天台上这个算是菩萨上身，不是啦，今天大家秀他的金身，没有，今天是来麻辣天空洗头的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剪头发都要走位，真的吗？或者他们要修菩萨金身，里面都上了金漆，有没有？都要剁下来。哎呦，哎，跟你讲，先讲介绍一下，大有来头，这一面分两派，从中间一分分为两派，对，一个是动态，一个静态，也对，应该是吧？一个动态，一个静态。你说的很好，动态的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超级内衣女模、名模在购物台，哦，秀的好漂亮哦，真的，秀的不会吧？你们有没有看过？有有，我们当然有看过。不会吧？哎，我给你介绍这一位好不好？这位资深，等一下，我再介绍佩芬小姐，是是是 ，super super 资深。听说你要挑战，我帮你拿麦克风吧。你要挑战金姐，其实，在模特界，你一直强调她资深哦，用 super 这其实不是很好的称呼。没有 super 资深，没有。佩芬，你要讲你想挑战什么？我想创模特在伸展台上最年纪最长的记录。哦，哇，他也是很厉害啊，而且继续在秀，所以他自己也愿意啊。很多人就是秀了一阵子之后，可能就会转秀到啊，对不对？或者不再秀了。但是我觉得他一直秀，他就喜欢秀，而且秀得很好。而且你说年纪长最长的模特，而且是做内衣模特，这不简单呢。28岁。你是怕地心引力的问题吗？对啊。那这边另外的右手边三位，就是你说的静态。静态的，静态就是通常有时候他就是躺着，他会有盖一块布上去这样子。静态，不是那个啦，旁边有茶香吗？不是，一个是电视的，所以是动态的嘛。一个是网路，有没有？哦，网拍啊，网拍内衣名模。哦，现在男生最哈就是网拍 model， 对他们拍的真漂亮哎。而且宅男最受不了是网拍 model。我跟你讲，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大有来头的哦，俗称网路界的百变雅雅，什么意思啊？百变，他就是在网路界没有无人不知无人不晓。如果你是宅男不认识他，你就 out。对，非常有名。这么哇，所以这位自称哦，我们还不能讲错他的头衔哦。没有有，那人家真的百变雅雅，所以我们一定要讲他自称吗？自称。而且要进行到你们要去找，就是一位购物台的那个内衣超模，然后跟那个平面的平面的。PK 网拍的女模，对，然后一个 PK 一个，看谁比较强。哇，这个要怎么挑？到最后最强的可以坐在这位置哦。对，好，然后一直 PK 上来。好，所以这投票由我们三个投票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我们绝对公正。到底是我们购物台的女模比较会秀内衣呢？我给你们一个参考，网拍，我给你们一个参考值，好吧？购物台比较厉害。我给你一个参考值，好，你在购物台大概多久时间？对，到目前为止大概8年多，好，八年，那你嘞？八年，我大概2年，2年算菜鸟的，那就刚入行了。那你在网拍界多久时间？大概4-5年，有4-5年，网拍有四五年了，他在挑衅你了。有卖到6年，六年，卖了6年，明显了吧？卖了6年，卖了6年，雅雅几年？我3年，3年，哎，所以你最资深，你最资浅。那你肯定最深了。对，对啊，照这个逻辑，照这个逻辑应该是，对不对？更厉害的他，近26年，深不见底。模特界26年，啊啊！模特界26年，哇！哎，16年，26年，不应该说我跟你同级的啦。好深哦，赶快不要说自己认识对方出来了啦，怎么办？傲气，真的，你何必讲？把这一段剪掉，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10岁就做模特，嘴好多段。金姐，你干嘛那么诚实？你干嘛？人家说不定童星啊，小时候就出来啦，是，就秀内衣，小时候就做模特那么小，2岁的时候当模特，对啊。我觉得我要先选几年，几年 PK 几年，用号码，这1、2、3、4、5。我要5号 PK 2号，哦，资深对资深，好，来来，请出列，来，慢慢走出来，慢，小心哦，小心哦，要慢慢走哦，哇塞，八年的哦，好，一个8年，一个6年吧，哦，两个一样身高差不多，哎，好高哦，哇塞，太高了呀，先来看你们 PK 喽，你那边是购物台对不对？对对，这边网拍名模，我先 hold 住哈，先拉开，我拉开喽，哇，金身要出现了，好不好？数到3就往前走哦。好了，好不好？网拍女模 PK 购物台女模，3、2、1 ，Go！ 哇！抢镜头，抢镜头，镜头，镜头！内衣女模深藏不露，宽衣解带嗨翻天。
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王牌女模 PK 勾台女模，三二一 ，Go！抢镜头，抢镜头，镜头，镜头，秀衣服，秀衣服，好会秀哦！哎，动态的跟静态的是不是有差呢？好强哇！哇哇！郭台的还会还有风情哦，快点！郭台有风情哦，往拍往拍加油！其他往拍要加油，五号五号加油！哇，好厉害哦！有差哎，有差有差。哎，我觉得动态的感觉，你在刚才你那个表现像在家里喝水呢，就是很轻松啊，因为他很厉害，他那种动态感觉就很动态跟静态模特绝对有差。你看刚刚那个小凡的，就是我们网拍模特，他的动作，他停格就比较久，从头到尾都是这样子定点拍，他像拍照，他像拍照，停格会比较久一点。你是整个在秀整个的那个整个神情、自信跟风采，对，心里有一个情境。就是我现在是最美的，我是 super model， 所以要让观众看到这种感觉，他才会因为我来买这个东西呀。哦，你可不可以再做一次？不要在这个地方啊！但是这次把你的那个心里的情境讲出来，对，好不好？边做边做，边做边讲。对对对，会不会被剪掉？要不会不会要教我们教我们啊？因为撑一点点的哈，就是然后你要讲出啊，麦克风靠近嘴巴哈。这会不会很像建成中医诊所？建成。我的胸部就是这么美，天然的美都是我妈生给我的哦。穿上这个内衣，你就会非常的性感撩人，晚上老公就来找你了哦。啊，你看我的背，好像零二零四，你美。我说实话，加了口白，加了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就一直在闷闷什么啊？听不知道在干嘛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但是如果你要学的话，你现在比较一个动作，比较像拍照。拍照拍照，那你也有办法？如果举来讲，自己告诉自己，然后说服自己，也是很流畅的，可以吗？哦，流畅的好，那一定要搭那 OS 在里面哦。OS 哦，但尽量不要提到妈妈遗传的那个话，什么东西？因为我看他有一段就说，哦，我妈妈怎么把我生的？你有听清楚？我爸爸怎么遗传这么会说父母啊？太深入了啦，也不错啊，这样不要遗传上好来哈，你要加油看，加油加油，因为这个从这评断看谁比较厉害哈，来，那个可以听出自信从哪里来的，麦克风，麦克风，太阳好烦。动起来，转圈，动起来，动起来，讲话，讲话。最近内衣集中效果超好哦，大家看了一定超想买的。没有，尤其是我穿，真的吗？没有很想买，真的。自信，自信，对，真要胸部。请讲话。回来。我跟你讲，购物台女模说到一句重点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头发遮到胸部。观众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胸型，对，你要靠你嘴巴哈。观众没有办法看到你的胸型啊，所以你会头发遮到了，对，然后商品也看不到，对，不能遮到商品，商品第一。你刚才比较秀人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很漂亮啊，但他没有，他就是整个 focus 让镜头让你润命在这一块。对，我们这就是专业重点，对，重点。不是，其实我觉得这样其实比较不公平，因为他们平常的工作就是在动态秀。我觉得我想要请小凡，就是在镜头面前，然后做十连拍，拍照的 pose 十连拍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除了你们三个当那个评审，其实还有一个评审就是导播。导播镜头会贴在谁的身上，你就知道了，是吧？好不好？时间拍哦，来准备 ，music，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我会找镜头哦，六，我会找镜头，七、八，哇，硬要出镜头很久，十。好厉害哦！不行，这个我回来了，我回来了。对不起，看到镜头就转身了。好厉害哦！里面可以修片啊，所以他们可能比较没有注意到。好酷啊！因为我们在现场啊，我们无时无刻都要把自己就是维持到最好，所以我们会很注意哪个位置我们看起来会很。但他腰啊什么都很漂亮啊，你看腰，腰也很细啊，整个比例其实都很好。所以这样我也有腰线。你腰多少？腰多少？几腰？二四。二十 ，Oh my god， 真的好细哦！耶，但是罩杯呢？两位的罩杯，我三十 D， 我到一，你到一，
就是在拍照的时候有没有要举来讲，在你们工作的比较辛苦的，跟你们工作的比较尴尬的，有没有内衣？我觉得拍内衣真的好尴尬。像我本身其实拍内衣我不觉得尴尬，可是就是你出糗的时候它就很尴尬。我有一次是因为那时候在减肥，刚进购物台的时候在减肥，然后想说身材要更好啊，然后我就没有吃饭，然后又昂早安。就以前我们不是五点半就要到，对对对对对，啊六点的 live， 对六点早安的意思就是五点多要到，五点半要到，第一趴出去是早上六点钟 live， 早上有人在看，这么早，有这么早就有，很多妈妈都很早就起床了，六点就有人买东西了。然后因为那时候减肥就血糖过低，然后一走出去啊穿内衣，走出去就是他早上六点卖内衣，差不多像这样的镜头，我就突然走一走，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行，我马上 QFD 说。说跟我不行了，然后那种，就像现在这样出，晕倒吗？马上离开镜头，对，直接昏倒，昏倒。你可以示范给我看看吗？就不要讲，现在秀，对，不要秀，然后我再秀，就这样走。他就定着，一直定着。我不行了，就不见了。天哪，不见了！哎，你刚刚有没有曝光啊？那其他的模特呢？那怎么办？就导播马上就跳画面，然后就还有几个模特，那他是四个人，然后主持人马上大，我马上听到，就是主持人修后子马上都大叫，他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不是，那你昏倒之后你是不省人事的那种昏倒？我有听，就是听得到声音，但是你没有办法动作了，对。对，然后马上就被工作人员在为了卖内衣，为了身材好看，是被制作人要求，还是公司要求，还是自我要求？有一些是自我要求啊，因为每天你进去看到全部都是纸片人，就会觉得怎么办？我想租我，赶快再收一点，再收一点，再收一点这样子。那你们有遇过什么辛苦的吗？糗的吗？糗的有很多，因为可能就是拍照有时候啊，就是会有一点点曝光阴影啊，然后他们就觉得是乳晕，然后就有好心的买家会跟我说：“哎，贝，你的那个被色情网站盗用了。”啊，你们会啊？对，会吧。然后还有另外一种，就是说有一次我在拍照啊，拍是黑色的内衣裤嘛，然后我就觉得，然后摄影师就说：“哎，那个你内裤有破洞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哎，没有啊，什么什么的。”摄影师是个开玩笑呢，还是是真的？可能是因为还是骚扰？没有，后来好像是因为是都黑色的，然后破掉。我就没有发现你内裤破掉，破在黑色的地方吗？所以就破在前面喽，所以就破在黑色的地方嘛。对，所以我自己没有发现。我听不懂，谁帮我解释一下？内裤有破洞，可是他找不到。告诉我，那内裤是什么颜色？原本黑色，就是黑内裤嘛。黑内裤破掉还是黑的？黑内裤破掉不是看得很清楚吗？就有一点点破掉那样。他的意思是说破掉了，可是刚好破在本来也是黑的地方上，所以看不出来。同色系的，那你们用修干净全修吗？不用，没，不用全修。我们都有修整啊。hair 要全修光吗？还是有留？是没有到全修光，但是你一定要，就是比基尼线一定要就长到大腿的要修，旁边这边都要修。长到大腿？怎么会长到大腿？没有，有些人会长到大腿啊，是回事吗？张韵慈尺度好，太棒，男来宾不敢正脸直视。这个姿势难在哪里？就是要有压腰的感觉，然后还有我们可能会在沙发上面，沙发三个都开心，你看，沙发上面的时候很明显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哎，但是也有人那个对你那个吗？骂你啊？其实那时候是做一个国际品牌的大秀，然后他们是专程从香港找来一个香港的秀导，然后因为。我自己讲，我的英文没有很好，然后因为香港秀导，所以它是夹杂的国语、广东话跟英文，对，所以我没有很清楚的了解他要的走位，但是又不敢问，然后就想说跟着人家走就好了，可是没想到我这个位置就要开始变换了，哦，对，结果就走错了。然后就被骂，而且那我同一场秀还有一个秀导都好会骂人，骂人都好艺术哦。而且什么叫很艺术？什么骂？你听听看，他就秀导就很会骂人，真的。而且我同一场走秀有一个现在非常有名的犀利名模，犀利名模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对，因为我们以前同一个经纪公司哦，对，然后。同一场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被骂。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香港秀导骂最难听的一句话是：“你妈生个石头都比生你还要好。”哦，干嘛那么坏？哦，真的，这还蛮广东话哎。嗯。生个石头都好过生过你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对。对对对对。然后还有夹杂一些英文，但是听到这句，我骂这句你就听得懂了。对，听到这句我就很难过，不是因为他是用。
广东腔的国语讲的。他可能怕我听不懂吧，所以特地讲给我听。学讲模仿。三个前头都给你三个雷猴啊！对，就是差不多这样，可是要再凶一点，大概凶100倍。三个前头都是要比你好啊！不过雷，不过哎，是真的讲国语，好像感觉好老兵的感觉，那讲比较弱。广东话好像就好像弱势的，有。三个谁头都好过你哦，就是这样讲比较像，对吗？我有听过一个秀导，是因为那时候是做一个冰淇淋的秀，然后一个冰淇淋的秀，冰淇淋很有名的那个 H 开头的冰淇淋的秀。然后那位女模特呢，她就因为秀导希望她用一种很活泼的方式，因为年轻嘛，然后她就这样走出来，就看她啊，那就这样秀秀秀秀秀。结果那个秀导直接在彩排的时候，在厂商面前直接讲说。我要的是一个年轻女孩，不是一个酒家女，你不要那么花痴的样子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受伤哦！我觉得其实这么直接啊。其实模特在做秀的时候，她不是怕说你骂我没关系，但是因为是那么多同辈的模特或是厂商在场，那时候是最糗的。OK， 哎，这一组谁坐这个位置？哦，这一个，这其实蛮容易的，我觉得。选我，我心里有答案啊。选我，选我。小凡真的很可怜。选我，选我。可怜。很可怜，他刚才做动作的时候，你头发真的一直遮到你胸部，然后刚刚又强调这一块。你知道他好，还有说有男生想要那个花高价哦，保养对，多少保养吗？一个月多少？他说了很。他说：“哦，已经有很多那种 showgirl 啊，模特都跟我配合过了。那你配合啊？对。然后我就说，你为什么会有电话？他说，因为我是很大的厂商啊，我有很多厂商啊。对，他说我有很多 showgirl 的电话。然后他说，因为我有女朋友啊，那我看你的无名啊，我也知道你有男朋友。那既然我们都有男女朋友，那以后我们就中午啊，每个礼拜两次，哎，三次出来见面。”哦，哇，这么七呀、啊？那多少？哎、欸，真的标准的五七小三呢、欸？对啊，超三次就好啦。五七就是对不对？中午见面啊，对，五七小三啊，三七五减除。你下次如果遇到这个事情，就问他，那你认不认识白燕啊？烦哎，像我真的是犀利人妻哎，真的是。那他开多少钱？然后他就说600,000，然后一个月60,000，嗯，一个月600,000。Hello， 请问一下，14,000，嗯，赶快，白燕啊，你好，是不是同一个人？我想要就是讲一下，你说你。你一个月60,000吗？嗯，我一个月50,000，只要陪一天。哇，你们现在是内讧吗？现在是内讧，你们都是网拍，哎，你们同组哎，而且是全是内讧，对不对？好，选出谁坐上位呢？好，各投票好了，好不好？各投票，好，再拿圈圈，圈圈，好不好？如果认为佩纯比较优的话，请举圈。头发真的遮住了，头发有差，对对对对，还是上面。其实，在身材、整个胸型上面，其实我觉得不分上下了，对啊，经验啦。好，第二组，那就是最之前两个中间好了。哎，其实应该我来介绍购物台的，我比较熟。好，换位置，换位置，换位置。那我是跟平面的熟就对，当然啦，网拍的比较熟，网拍的你们常会点来看啊，对不对？也对了，收藏就对了。好了。来，请准备。内衣模特平面跟购物台 PK， 第二轮。耶！哇！哦，穿白色是购物台哦。谁比较会秀内衣？哦 ，My God， 好厉害，好会秀哦。他一直把胸部推出去，好厉害哦！我真的有看到内衣耶，我好想买内衣哦。可有看到内衣很好看，他内衣非常好看呢，而且他的皮肤很好，很白。你为什么把这个打开？我觉得你那个对外套有对，因为你腰很细，你看哇，哎，你腰这样就赢了耶！哦，这样厉害。这样厉害，对啊，你这样我才看到那，不然的话我从头到尾没有看到，我只看到这一块，我只看到这一块，你看被外套遮住，我不知道它是点点呢，嗯，我怕我打开它就输了，哦，那你要不要让它输得彻底啊？你那么激动干什么？家伙，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这家伙说得好，说得好，那你赶快要讲啊，讲自己啊，
我们就是还是购物台内衣都比较机能性啊，所以其实你看我们从旁边这边就是整个是贴的，然后一直贴到前面胸前这样子。啊，但你们在应征的时候，就是一定要给那个主管看吗？要考试。怎么考法？就是有很多人一起，然后我们会一起考试这样。穿内衣裤给大家看。主管是男的女的？男生女生都有啊。给他们看你的身材就对了。对啊。那有没有说挑重点是什么？就胸型多大？胸型好像没有硬性讲，可是我有之前有在那个购物台的时候，有可能我们很多个 model 在走的时候，然后就有可能刚好镜头带到我，然后线就比较近，就是一直有近线，然后后来私底下制作人跟我讲的。就听你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不懂，就金钱比较懂。购物台就是很重，就是电话线多不多？那有些人很奇怪哦，就是这个人贴到他脸跟身体的时候，这个产品就卖得特别好，电话线就暴增。那如果贴另外一个人，电话线就会少了。会这样子哦。这就是台源，所以也算收视率的意思。也算收视率，对。所以你收视率很好。这样子说，所以你这样收入会比其他收视率低的人好吗？在打些什么？其实打石头什么？你不要去看人家，我很想看女生的胸部对着我。你不要去看那边嘛，这样子讲话很不自然嘛。打舌头什么啊？哎，你们两个小朋友用一种专业的眼光来看待好不好？你看哪里？牛贝贝多稳啊！对啊，看多了有没有？看多了嘛，看多了各个国家的，这是模特。当然，你在看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没有，我现在想要确认一下，你当初你说你的金线就是你秀的时候，近线电话数增多了，是不是因为你有曾经在秀的时候曝光过？不是哎、欸，可是我有曝光过啊，我觉得很多 model 都有。内衣女模在 live 真的好危险哦。啊，可是我那天是还没有播出去，可是我觉得有可能那个副控已经有看到，就是我是穿像这种莱卡料，就是也是有弹性，然后我是穿这样从这边一直这样包到后面，然后挖背的衣服。可是因为我们之前就是他那时候要求我是卖床，然后要秀那个背部，对，要裸背，然后结果我那时候刚进行，然后大概才昂几次也不懂，然后又偷懒就没有穿 new bra。我想说反正看不到我是趴着，对趴着，对，然后就穿一个黑色。结果后来机器到我前面的时候，要开昂之前，就是机器对到我的时候，我自己手勾到我的那个衣服，结果我就整个胸部就这一边全部都在外面，整个吗？整臂吗？对，就对着镜头。哇哦，好大的福利哦。对，然后可是现场我不知道，就是大家有没有人看到？可是他们看起来现场有没有人尖叫啊？没有，大家就看起来很镇定啊，各忙各的啊。你有没有看到摄影师鼻血流出来？镇定，就让人看到镜头一直晃，有没有？故作镇定，那血都流下来了。对啊，然后后来就是可能就趴着，然后就变得很僵硬，因为很紧张。因为我只要一动，就是稍微起来一点点。哦，对啦，起来背后胸部就要掉出来，对啊。Oh my god。好像之后有购物专家就是有跟经纪人讲说，哎，你们那个 model 是新来的哦，这么僵硬，跟死人一样。因为那时候已经曝光了，所以就不敢乱动。Nico 超迷人刺青，性感大公开。你刺青好漂亮哦，这写什么？我可以偷看一点点吗？这写什么 ？Cancer Nico。巨蟹座的天蛇是什么？癌症对，巨蟹座。欢迎收看麻辣天后宫。这边你们有分可以穿内衣跟不要穿内衣的吗？有还是有。那哪一个收入是被分配比较高的？当然内衣模特收入高，所以内衣的配会比较高一点。多少？ 对，多多少？如果算小时来算，多600块吧。啊，六百一个小时，内衣模特一个小时1800，对，然后一般模特是1300。咱们吃火锅的多少？13。啊，那这样比起来，只差500块钱而已。那这样比起来，网拍比较好，网拍拍内衣可以多一倍。可是不一样，我们算是常态性的啊。所以网拍什么算法？网拍也是算实薪，但是如果你有固定配合的厂商，那也算是常态，就是长久配合。一个小时有超过那个购物台吗？内衣的哦，内衣1800。要看厂商，如果是比较有钱的厂商，就会超过他们。那你因为会有很多不同的厂商。那你本人接过最高的呢？一个钟头是多少钱？一个钟头2300。哇，那很高哎，差很多哎，高哎，高。那配分，因为你配分比较高，所以有比较多钱吗？没有哎，在购物台是大家都一样，都一样啊。对，
Oh my god！ 那你呢？你有什么辛苦的吗？拍内衣，你真的好瘦哦。你几公斤？46。哎呦，因为我们拍网拍辛苦，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动或是休息，因为我们就是时间对厂商来说就是金钱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他不会让我们休息，我们可能一天就拍个8个小时，一直换衣服，一直换衣服，然后最多拍到几套。最多拍过100，哇塞，100套，就是可能他不让你休息，你就会拍到脚都抽筋了，因为你在躺在就是会躺在床上啊，或者做一些就是很浪漫的姿势，但是那些姿势都不太符合人体工学。举例，我可以看一下吗？最困难的动作。可是我现在裙子有点窄哦，就要保持这个姿势，然后你要装可爱啊。这要做多久这样的动作？这个动作就每一套衣服都要做。都是我同事说什么看到了，他说我看到了，怎么样？看到什么？那个是安全裤什么啦？不是，我都安全裤，你难过什么啦？他是开心，然后金牛跟他说那是安全裤，然后他才开心，他刚刚很兴奋。你说这个姿势难在哪里？就是要有压腰的感觉，然后还有我们可能会在沙发上面，沙发上面多开心，你看，沙发上面的时候太明显了啦，人家很专业啦，你不要理他，没有关系，你继续说你的。然后因为像我们就是有时候会有沙发或什么的话，我们可能要有这样子压腰的姿势，然后让起来看起来那个臀部，对，其实拍照也会要这个姿势，只是说他们可能40分钟就结束，但我们要撑8个小时，10个小时。重点，差别来了。他只要45分钟，他们也很厉害，但我们要撑很久。他撑更久，问题是能不能撑得久？因为其实网拍也是讲究动作流畅，不然厂商就会觉得你在浪费他的时间，浪费他的精力。因为你们网拍也不能一个动作然后都不换。不行，我们就是要一直换，一直换，一直换，然后一直换这样子。那刚才他们是动态的 PK 嘛？对对对。那接下来再实拍的 PK， 实拍看你们要抢镜头，看谁镜头最多，好不好？来，一样到前面，来。就是用尽方法，要记得哦，如果一个是购物台，一个是网拍，一定以卖衣服为主，内衣为主，要让我们想要买你的内衣哦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来 go， 10连拍 PK， go， 1、2、3，哎呦，4，这一次的平面也不甘示弱，6、7、8、9，拼了，有差，而且你扣在镜头前面像蔡依林哎，这件好漂亮，这件写什么？我可以偷看一点点吗？这写什么 ？Cancer， Nicole， 巨蟹座的 Nicole， Cancer 是什么？癌症哦，癌症，巨蟹座就是癌症，巨蟹座啦。我想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呢？对不对？不是，对不对？青春痘，李静，对不对？就讲个病的名字，很困难呢。韵词 PK Nicole， 购物台还是我们先讲好不好？就这是购物台跟网拍，好不好？觉得购物台比较好的话，请举拳。等一下哦，我跟你讲，也要问网拍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个是不知道该怎么选的那种。真的吗？好，是网拍好的话，请举拳。绑鞋带。哎呦，网拍获胜哎！最后被他感动了，为什么？最后被感动了哦，对呀，被感动了。而且真的，我觉得头发撩起来真的差很多。是因为今天讲的是这个内衣的功能性来介绍，然后让观众可以看到内衣。我觉得 Nico 做的非常的足哦，他前面真的也很好，他也很好，而且他整体都很好。他在后面拍照的时候，突然把他拉开的时候，放手一搏，那个就很厉害了。是讲我们今天是选模特，我感觉你在选老婆，他在选妃啦，不是。我是用专业的眼神在看，对啊，就是以牛爸看牛肉的角度。我爸来这边就咸湿掉了，不行。好 ，sorry， 所以网拍获胜，但是网拍跟佩纯来2选1，哇，好难哦，一样，两位一样往前哦，好不好？好，直接 go。走秀的哦，流畅度哦，秀内衣，我们要把内衣卖给我们，告诉我们那个你内衣的功能，这内衣有多舒服，有多好看。好，
第二趟回来出去就是五连拍咯。好，回来之后转身变成平面哦，拍平面 Go， 十连拍，十连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哇，七，跟舞台拼了，八，拼了，九，拼了，拼了，十，哇，拼了耶，好难选哦，哎呦，好强哦。超强，超强！我刚才有超认真看哦，当那个佩纯用出杀手锏的时候，他多了一个这种很就舞蹈动作，然后他马上不甘示弱就蹲下来，马上蹲。我们都有看到，是你捧，我是佩纯，你蹲下去。一二三。快放松！一、二、三，你们是舞台剧哦，而且不堪示弱，对不对？遇强则强，大家都真的好难哦。我可以想象到，在歌舞台的那个模特之间，本来就很竞争的，对不对？对，所以你每一趟走出去，你们都在竞争，对不对？可以感觉得出来，要说自己最好的一面啊。可是我觉得Nicole她也很不服输哎。但你一般来讲，你们拍都个人，很少一群，对不对？也会跟另外一个 model 搭。就可能两个女生，他们就一次就四五个哎。对，但我们要跟其他 model 竞争，不然我们的 case 怎么会多？哦，所以我们动作一定要比人家多，身材一定要比人家好，而且口条又好。谢谢，连口条都好。好了，三位评审，嗯，好，我们就从靠我这边 Nicole 问起好不好？好，网拍名模 Nicole 比较好的话，请举圈。生气了，网拍略胜一筹，因为他的 pose 比较立体，而且他一种天生的自信哎，好猛哦！这样子，我觉得你们比较强哎。佩芬姐，靠你了！佩芬姐，靠你了，靠你了，好不好？哇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，糟糕了！谢谢佩芬，谢谢。怎么办？好，恭喜你扣！哎，这是大逆转哎！好，那第三组了，百变雅雅，厉害厉害的，跟资深名模佩芬。哇哦，雅雅哦。倒着走，倒着不要看，不要看前，不要看前面啊！倒着走，倒着走，倒着走，倒着走。哦，哦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哦，有的拼了！哇哦！好，我先把你拉开哈，先拉开，先拉开。佩芬，加油！加油，加油！好，雅雅做多久了？你说入行吗？对对，三年，三年，哦，三年。啊！哇哇，怎么办？资深名模没在怕，抵抗青春的肉体。哦哦哦！多了多了多了！最后十连拍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欢迎收看《麻辣天后宫》。黄少伟。我少伟哥故意的哦，黄少伟，我看他动作故意哈，你刚刚影响到我，不会在网络上的名声一盖弥彰，两位加油，他的名声也很大，百变雅雅，好不好？好，加油喽，三、二、一 ，Go！ 哇，直接抢，哇，抢哎，哇，抢哎，好抢哦！卡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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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高度有差哎，高度有差哎，加油！卡位，佩芬加油！好嗨哦！哇，好精彩哦！好棒，好棒！我快哭了耶！而且刚刚有精彩，刚刚里面有戏耶。但我真的想讲的就是，你知道吗？佩芬从头来哦，人家我们一直讲到资深，人家都看不太出来，因为坐在那边我畏畏缩缩的。哇，那出去真的有那个好强侠女的那个风范，真的女神的范儿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每一步都踏多稳。雅雅，你刚刚算是偷跑吗？有没有感觉到威胁？刚刚是那个没有鸣枪偷跑吗？就是三二衣服，我衣服都还没拉到，拉完了就冲出去了。他自己脱，我只觉得有一阵风而已。就是那个枪，如果照一般，如果是那个奥运的没有，我跟你讲啊，犯规重来，因为你还没有鸣枪就跑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有没有觉得他真的也蛮厉害？他有杀气，我有霸气。哎呦，认输耶！哇哦，那你可不可以再给我们看一下拍照的，好不好？十连拍的。我跟你讲哦，他是从那个
名模还走到购物台的哦，所以连拍照什么他都懂哦。你知道，可能前面那个可能一进去就是购物台，他不是，他是什么都做过、哦。你说你出道几年？三年。26年，真的。敬佩敬佩。哇，九倍。敬佩敬佩。我跟你讲，他连那个橱窗模特都做过，真的。真的假的？就是那不是一整天不准动，各行各业的模特他都做过，你只要想得到的模特，卖房子的人形立板也有，欢迎光临。那个华纳威秀前面其实涂成白色那个，你有没有做过？他也做过，我跟你讲，26年，你以为随便做的？认真加油！第二次加油，第二次拍照的，十连拍的，拍照往那边的好不好？啊，你要拿着，好，我帮你拿着，拍照哦。OK, round two, go, 拍照。Music! 看着镜头哦，看谁抢到最多的镜头 pose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强哦！这个你在拍内衣的时候，就还曾经是不是引起什么摄影师很奇怪的反应？拍我的摄影师，因为我平常拍日系内衣比较多，情色反而比较少。然后那个摄影师拍一拍，居然就搭帐篷，他是穿那种很像台客有没有那种短裤，然后穿夹脚鞋，然后那个就扑起来。那你怎么会去注意到他？对，你认真在拍，你摆 pose 来不及，怎么一直看他那个地方？没有，因为我们而且光打在脸上，我根本看不到外面呢。因为我们在换衣服，换衣服出来的时候，不是他要调灯什么的吗？还要再调一下，然后他就不，我就跟他讲一句话说。摄影师，麻烦你去处理一下。哇，这么直接！啊，他承认他也他说好，那你等我5分钟。哦，少来，快点，不要说，菲菲快讲，省7.0。啊，那再来一个好了啦。好，就说有一次啊，去夜店，然后哎呦，碰到。谁？某位孙先生。孙哦。对，然后呢？孙先生。因为是同事说，来我们包厢好，来我们包厢坐。结果就碰到孙先生了，然后他就聊了几句，然后我就说哦，好了，我们要走了。结果他就跟朋友要电话，然后跟我说，你应该需要有一个人来照顾你，一个月大概20-30万给你，然后又买房子给你，然后有司机。配给你，但是要注意你的行踪的。哦，他都明讲，那我讲白的，那我的比较自由哎，我的50万，可是我他就放我到处玩，遛狗啊。怎么办？佩芬姐，快点，快点，知道吗？他刚讲，我就说你才20万呢，基本上呢，我基本上20几万而已。20年前20几万也不错。错，哇，比这个就没得比了，比这个没得比。物价上涨，那时候的20万等于现在的80万而且你要想哦，20年前孙先生很年轻哎，对，没有，我那时候跟他讲，你身边30岁、40岁的女人还不够多吗？还缺我一个吗？哇，那可以来找我啊。可以啊，我可以找你啊。哇，所以人家现在已经娶了一个20几岁的。哦，虽然我没有答应，当初没有答应，对。那你们现在对大家比较这些，我觉得他这段还蛮强的哦。你呢？你有更强的吗？我吗？那你后来那个50万，就是一次的，你有答应他吗？当然没有了，不做这种事。他是留在哪里？他怎么跟你说？他是在网络上看到我的照片，然后就过来留言，而且还有我的电话。然后结果过没多久就打来，他就说你是孙先生嘛。我是蔡先生，蔡，我就说你不会是蔡头吧？蔡头，蔡先生，对，我就说他就说他是蔡先生，然后我就说你不会是蔡头吧？啊，蔡思伟也是很有名的企业家吗？我不知道，他是讲说他是小开，我是不知道。小开，你好不认输哦，一起追的蔡先生没有哎，就是女生真的，台湾新奶就算了，还可以挤出一个蔡先生，怎么厉害啊？你不要以为艾美酒店刚开幕就讲一个姓蔡的，是真的啦。哎，怎么办？快，佩佩姐，赶快再讲一个姓郭的。还有一个沈先生，沈先生呢？基本上之前在他的公司做事，沈玉玲的，玉玲哥吗？陈金鼎，沈先生之前有开百货公司哦，我知道。是啊，然后他就摸着我的手，佩芬啊，然后我以为说，沈董你也会看相啊？他说，我觉得你应该有人照顾你，每个人都要照顾我就对了。有车有房，然后呢，我说，沈董你都可以当我爸了。
你是爸爸是不是？我是大叔哎。谁？比你好一点，因为你的比较老，我的比较年轻。哦。他是跟我讲说，他送我一栋房，就是房子这样子，然后他是开 Lexus 的车，然后我是觉得没什么，可是我是觉得说我赢你的点是他比较年轻。哦，哎，他们两个斗得好凶哦！哎，你们第一真的很可爱，好可爱。这一 round 那准备拿牌子喽，哎呦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从这边配分了，好不好？好，配分。我觉得先从雅雅。雅雅好，觉得雅雅比较强的话，请举圈。配分比较强的话，请举圈。三样。来，讲个原因给我们听一下。那个谁？不是，我真的觉得佩芬姐，真的很有气势。她除了在我们，因为我们今天是网拍跟那个购物台的 PK 嘛，她不管在购物台的气势跟网拍的整个 pose 上面。真的都比雅雅好很多，而且我在讲身材，是因为前辈的关系吗？没有，今天就算她是个菜鸟，我也觉得她很厉害。OK， 对，而且佩芬姐整个身材上面也都是非常完美，对不对？那你意思是说我身材不好喽？对呀，还是要不用结果。我说身材不好，但是你跟佩芬姐比起来，可能路不一样。哎，我比例好一点呐。OK 啦，现在我。承认现在的男生都喜欢比较成熟，但是 sorry， 我现在目前要坐那位置，所以你要可以先回坐，你扣要出来。哎呦，哇，这个我两个就有的比了，你扣又来了，而且刚好是一个购物台的，一个是那个网拍的。好，音乐，准备 ，Go， 最终回，佩芬以及 Nico， 到底谁是今天的内衣女王？我们要看到内衣哦。现在是走流畅度哦，现在是购物台的哦，流畅度哦，哇，我会找镜头，佩芬好，我会找镜头哦，镜头一跳他就知道看哪一集耶。现在导播开始考验你们挑镜头了，好，再来喽，再接下来是拍照喽，我哦，多了，最后十连拍 ，Go， 五。自己决定。不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好厉害哦！你们三个从头到尾麦克风都不拿起来，是怎么回事？让我一个人喊得要死要活。我们专心在看，真的太专心。我很少看到你们三个这么认真过。这里最后，终极女王到底是购物台赢呢，还是网拍界？哎呦，这要怎么比啦？哎呦，对呀，太难了啦！准备喽，准备喽。哎，从网拍先好不好？好不好？网拍 Nico 赢的话，请举圈。哇！所以今天是王拍界夺冠，我没有想到我会赢哎。啊！这是你的前辈啊，我们是宅男，我们两个又没有这样子，我们是宅男，我们两个没有包袱啊，我们不是妈宝，我们不是妈宝界。其实真的不很难选，真的很难，真的很难选择。但我说实在话，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应该有感觉，佩芬姐真的是超级有气势，真的。她的最后把很干脆把衣服脱掉，对，你还有一点在考虑是不是？而且你连扣子连拉都没拉开，我是因为觉得太热了，所以我才脱。对，她刚有说，但你真的很大气啊，真的。没有，我反而就是因为佩芬姐就是这么资深这么厉害，可是我觉得你扣都没有在怕，她我觉得她的脚她还是很。大方的表现出没有，现在的女生都没有半个人在怕的，对，也是啊，在怕的，对不对？现在女生都很强啊。我是觉得她的自信很特别，对啊，因为 Nico 感觉她以后是会有潜力，她搞不好会是以后的佩芬也不一定啊。那为什么要把她？我们都叫姐，你为什么会叫佩芬？那为什么她会要输呢？现在嘛，我们是宅男嘛，我们讲的是现在谁赢，不是未来谁比较有前途。对啊，我是看得出来，因为你知道就是。
怎样说嘛，你说嘛，你我觉得郭欣你应该也是在用选老婆的心态在看这一集哦。请问你愿意以结婚为前提跟我交往吗？好烂哦，这是他的梗啊，王少伟的梗啊。你记得，你应该不记得我跟你合过照，那时候就说、有内定，等一下有内定，你们两个没有，等一下我忘记我在哪里看到他，然后我就觉得他好帅，然后我就说我可以跟你合照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他应该忘记了。那我有一句话要讲，那我今天有投你，我也可以跟你合照吗？好，你看这个大会不以那个专业为评审，而以电话为评审，我觉得也就算了。对，对不对？我重点是来看你们两位的。哦，好窝心哦。但是我们要讲，今天获胜的是厉害 ，Nicole。网拍界获胜，但是你也是女王，好不好？女王啊，佩恩姐真的是女王。下次我们找更多人来 PK， 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愿意继续来吗？愿意啊，愿意。好，像卫冕者是那个。卫冕者，请就位。两边都有互相可以学习的啦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下次再见，谢谢各位，拜拜。谢谢。恭喜挑到一个很好的内衣哦，拜拜。